警上门调停家务事，被他的下半身惊呆了。我一个人就够，为什么还要自己弄我妈？警员上门调解家庭纠纷，对这种状况早已见怪不怪。但如果开门迎接的女主人没穿内裤，这可就尴尬了。北市一名男子因为不爽大嫂常和哥哥吵架，到哥哥家中想劝他搬到南部，大嫂气得冲出来跟中男大吵，哥哥报警处理。警员获报到场后，却发现这名大嫂只穿上衣，下半身没穿，还指控中男性侵，坚持要警员拍照搜证才肯穿回内裤。但中男和哥哥都否认发生性侵案，检方调查后认为大嫂是自愿脱内裤，今天以证据不足为由，将周南不起诉。